又来了。之前我们是嘉港溪嘛，哈，现在是这里青上溪。好的，要去比赛钓鱼咯。这边是什么鱼？这边是什么鱼？西鱼。西鱼有哪几类？青的、苦花、一枝花，好强，好强，好强！看，等一下钓到再告诉你什么鱼。好的，今天看谁钓最多哈。恐怖的灵物待会会伺候哎、欸。会有破钱的意思啦，到底？我会有破钱钞票的意思。是怎样？快点，要赚钱的，快点！身体都这样的壮的鸡，集合吃饭吗？对，我们都是叫他们来说，不吵来了，赶快来吃饭。对，也再次。不好意思啊，中气好贵的，肉度中气不足。小鹿不对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桂花叶。秋蟹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刚刚是怎么一回事？去问他，觉得他很淡定，你知道吗？我拖鞋走了，我拖鞋走了。干净的哈，哇，野草莓，然后可以吃，嗯，好吃哦。就不会坏掉啊！你放几个钩子？两个。对，蚯蚓，阿哥别打！哈哈，开玩笑。啊 ，Here we go！ 李浩先生，今天是用什么方式钓鱼？你的饵是什么饵？白吐司啊。哇，自然的最好。自然的最好，没有化学药剂。哇，白吐司自己做的，没有化学药剂。有沉底钓法哦，沉下去了，你看。哎呦，又咬！哎呦，是因为它要就是动作要快，有咬就要抓。嗯。钓具行买的红饵哦。所以你今天是钓什么？今天全部钓，全部都钓。好，加油哈，等下见真章哦。好，好哥，我就是四号选手。我刚钓到一只，我的今天的饵也是白吐司。好的，这边是我的钓区。哎，小心哦，阿哥不要小心。有呢，哇，四号选手好强。好，哎，还有放口袋的概念呢，还拉拉链。鱼在哪里？在这
水中一角龙呢，这个虾米。要去最后就钻这个道。冰城安全区。真的呢，它是安全蓄水区，我在地人的小孩。哇，妈咪，打招呼。怎样？你说什么？啊，你说什么？你的屁股又怎么哇？红色四角裤又出来了。这是我们的冠军要换人了吗？好飞！来，哎呀，走，好强！冠军要换人了，你上来呀！快点！有吗？快去放！哈哈！我访问一下新手，他不敢骑，帮他抓。快点访问一下，你抓一下。看他旁边，看他抓到大只鱼的感觉，哇，跟你一样大，比你还大。大鱼，哇，抓起来了。屁了！这什么样的河里？叫什么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比较湍急的地方。比较湍急的地方。对啊，大家亲。哇，新手来亲一下。